胜利，其实很难找到一线生机。对，那这边卡拉还是有一个弱化的，直接跳大招，把对方卡住。阿月的一个部分只能角度点凝重往前瞧，放手一搏，直接卷起了飓风。哎呦，好像可以。这个地方花钱把枯萎带走了，这里乐福可能也走不掉，直接被收下来了。现在又被拖到说完全这边的人员复活，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不太应该的，而且阿月的一个位置很危险，他现在操作空间很多，这个点位号直接转起飓风，等到五个人身上的还可以继续跳，还可以继续往前。这里百叶的话也真的跳了进去，挺像自己的压力。在前面的话，总归是把子阿月还要倒，哇！阿月这边的话，他有个涅槃后方的一个瀑布也倒地，而这个地方可爱也跟着被收下了人头。